民进党用抓共谍啦，接受中共招待啦，他要炮制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是什么？中国大陆在介入台湾选举啦，民进党用政府的钱到处在搞这些事情，有一些肮脏的检察官跟法官，然后再配合。大家记得王立强那个假事件，现在已经证实了，4年前让蔡英文赢得大选，这个王立强那时候蔡英文讲过一句话，你看中国大陆就介入台湾选举，这一喊，那就好像定掉了，是假的。现在民进党又在用这个来做政治作战。